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愿神的话如同甘露滋润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新的一天重新得力。今天的经文在以赛亚书36章，本章描述亚述王希拿吉利上来攻击犹大，并派遣拉伯沙基来对犹大百姓叫嚣。他用一些话术伎俩，好让犹大百姓陷入绝望和恐慌。首先，他痛骂犹大相信埃及，就连亚述人都看出埃及不会帮助犹大，这也看出犹大选择寻找人的方法来寻求帮助。西西家相信埃及说过他们可以帮助犹大的诺言，但却忘记了真正可以依靠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话语和人的话语中间做选择时，你会相信哪一个呢？连敌人都看出埃及的不可靠了。接着亚述王提起西西家王废除祭坛的事，西西家废除祭坛是想消灭拜偶像的事情，亚述王却挑拨离间，说百姓只在耶路撒冷敬拜是冒犯了神。当我们对神所要的感到困惑时，也会这样，要避开撒旦的诡计，就得了解神的话语。当你知道神说了什么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因撒旦的谎言跌倒。然后第十节，亚述竟说，耶和华吩咐我来攻击这地的，好让百姓以为神已经与我为敌了。再来17节，是透过物质引诱来劝投降，将他们迁到五谷和新酒之地，就像北国一样，强迫迁走，并把外邦人迁入北国通婚，好让其文化丧失，降低反抗的能力。18节说，别国的神都无法保护他们了，你们的神又有何用呢？最后他们都静默不言，因为王曾吩咐他们不要回应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击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不被挑衅所影响。这些种种的话术就是要恐吓我们，好让我们将眼光放在困难上，放大自己的无能和恐惧，反而忘记了自己可以依靠的。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可以依靠的。往往我们只看到困难有多大，而忘了困难有多大，神就有多大。要知道神比我们想象的都大很多，让我们学习不看环境，转而定睛在神面前，看看神为我们所做的功。果然下一章就说到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。当我们对正焦点，惧怕的事就模糊了。对正焦点时，周遭的事情就不能搅扰我们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环境常常使我们恐惧和失望，因为我们常常定睛在环境。求主帮助我们将眼光转向你，而非定睛在困难上面，学习依靠主，战胜仇敌撒旦的挑衅和攻击。谢谢主成为我们的依靠，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